或者我都講過佢哋嘅簡介先啦。德風舞蹈係由嚴偉德先生同埋陳漢峰小姐成立嘅，佢哋個背景都非常之強勁嘅。佢哋本身係呢個學習同埋教授國際標準舞已經十幾年嘅，期間都攞到英國國際教師協會嘅國際認可資格，而且喺各項嘅比賽取得優異成績，仲係呢個香港嘅唯一代表參加咗1998年泰國曼谷亞運拉丁舞項目，仲係2004年澳洲DSM 世界十項嘅大賽嘅參加者之一，俾熱烈掌聲佢哋嘅高徒。